发生一起连环报案，警方已经声明，社会影响及其恶劣。赵某某系重大犯罪嫌疑人，现在逃。赵某某曾因私自爆炸物品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自去年5月起，赵某某冒用他人身份从事爆破工作，借机私藏了大量炸弹制作原料。该嫌疑人有极强的自制武装能力和反侦查能力，且有严重暴力倾向。 警方多次实施抓捕，均未能将其抓获。我的命，我说了算。